诸位，弃可古不可信。出战告捷，足以说明日军并非是不可战胜的。我们一定要找到克敌制胜的基本方略。司令英明，唐毅大捷应立即电告省府韩主席和最高军事委员会。应该报告。司令，当务之急还是要发动民众，组织武装。 以防日军再次来犯。张处长所说的当务之急，无疑是画饼充饥，望梅止渴。眼下，日军重兵压境，人人自危，人人自保，怎么发动民众？怎么组织抗日武装？听我说完。电告韩主席、蒋总裁，这不仅能够引起上峰的重视，缓解司令的抗命之过，最主要的是能够争取到上峰的支持。 现在我军弹药极度匮乏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枪中无弹，这仗怎么打？诸位，我只想问一个问题：就凭我们的血肉之躯，怎么能够阻挡日军的进攻？各营都通报一下弹药情况。卫戍营，人均9发子弹，1枚手榴弹。二营，人均8发子弹，9枚手榴弹。 三营，人均7发子弹，3枚手榴弹。政训处，人均6发子弹，2枚手榴弹。电报要发，同时还要发一篇报导稿，通电全国的报社。这不是范某刻意张扬和标榜自己，而是想以此唤起。 和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。至于汪参谋长对张处长的提议视为画饼充饥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本人不敢苟同。抗日乃国家之大计，绝非一朝一日之事。发动民众，组织抗日武装是长久之计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我辈必须做好长期坚持抗战的准备。 另外，我想筹资建一所养鸡所。筹建养鸡所？嗯，我在临沂就职的时候就办过一座老灵堂，由政府出资把无依无靠的老人都赡养起来。现在战争来了，将士们为国捐躯，那么他们那些无依无靠的父母靠谁来赡养？司令，唐毅大捷的胜利，日军很快会回来报复。 这个时候筹建养鸡所不太合适吧，汪参谋长，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。将士们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才有抱死杀敌之志。哎呀，这咱们的财力确实是困难呢。报告，进来。 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司令准备把咱们政训处改名为政治部，还要给咱们单独一个院。改名为政治部，还要独门独院？政治部，这不是国民政府才有的机构吗？部队里没有这个部门。这正是我高兴的地方。根据我对司令的了解，
他在效仿八路军的治军方法，还让咱们拿出教育官兵民众为什么打仗、为谁而打仗的宣传方案。看来司令在为抗日做长期的打算呀。不错，我们应该尽快向党组织报告，帮助我们制定方案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向上级汇报。好。司令，要把政训处改为政治部，还把政治部升格为跟司令部平级，这成何体统啊！政训处改为政治部，那司令打算让谁来担任政治部长官？哼，张翰。张翰？不合适吧？张翰是中校，您是上校。如果政治部和司令部平级，您最合适啊。我最合适？对呀。这不像是韩主席发的电文，很有可能是李大秘书长越俎代庖了。司令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不予理睬。改政训处为政治部是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。假若我们的国民、我们的军队不知道为什么而战、为谁而战，就永远不可能有斗志。这肯定是有人利用私人关系来干涉我六区抗战。他们想干什么？明摆着吗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。张秘书，哟，用白灰把这几个字全给他抹了。是。司令，那您打算用哪几个字代替啊？就两个字，良心。现在向方也该有消息了。哎呀，战区司令长官知道我伤了元气，特意安排我部再特意向日本人发起进攻。老子这一仗打的那是痛快呀！啊，坐。是啊，敌我几十万大军汇集在鲁南、苏北、皖北，这将是一场恶战呢。希望能遏制住敌人进攻的势头。希望，也仅仅是希望啊。哎，有没有夺魁兄的消息啊？有啊，夺魁兄收复了唐邑县城。哎，据说
他把保安司令部改成了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，把政训处改成了政治部。多亏就是多亏，足智多谋。如果他真的在鲁西北站住了脚跟，这对整个大局是有好处的。来人，住下。电告六区范专员，获悉竹贤兄收复唐邑，欣喜万分，我将上报战区，通电嘉奖。可是朱贤，据六区相关人员报告，范专员擅自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，这有悖于军政编制。还望主席，你非得让我说明白了是不是？啊？哼！只要他能在鲁西北站住脚，所辖县区一个都不丢，我管他搞什么名堂啊！啊，发贺电。是。司令。啊，字如人心呐。是啊，好字啊。张处长，你不知道，本来我想让姚副处长代笔的，可是他推辞，所以我只好自己献丑了。您这还叫献丑啊？不丑，对，不丑。司令，去。不丑。何鹏，你念念这两个字儿都念啥？他认识啊，啊，不认识他。你小子早晚要吃没文化的亏。对了，司令，陆会长和上司的老板们都已经到齐了。走到长山面馆去看看去。好。哎，姚副处长，你说这俩字儿到底叫啥呀？你教教啊。哼，我教你啊。心凉。心凉。哎。林师妹好。
哎，赵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放我出去啊！赵叔，哟，二少爷，你咋也进来了？你就别穷吆喝了，俺这睁眼瞎中了司令下的套，你这识文断字的咋也往套里钻？赵叔，你把他关着行，你把我放出去啊！二位啊，我想司令的用意，二位应该明白。要想早点出去，啊，以零侍卫每天识十个字为基数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绳子，啊，拿好了。我想这绳子呀，司令肯定不是用来让二位上吊用，该是给零侍卫准备。你们两个人相互学习，相互促进，相互提高吧。张叔，张叔，张叔，朱雷哥，你就别喊了，俺都喊半天了。我想去我爹的店看看去。